苹果民调说您赢陈其迈15%，您怎么看？我觉得民调只是显示说全国，因为它是全国性的，非常希望高雄这个选战打得非常的精彩，我想是大家的期望哦，这也是一个鼓励。但是相信我，我不会目前为止就认为这个是一个事实，因为从很多的数据显示，我们还有很多努力的一个空间，所以网络民调我们做一个参考就好了。我想提名已经确定了，那个在野大联盟的话哈，您会怎么做？我想国民党需要集中最大的一个票源，如果大家觉得民进党做得不够好的话，那就应该由我们这个国民党为主轴的所有的在野的我们的票，我们都需要能够吸纳最多。所以呢，我们也会是请益相关的这些的单位，然后希望能够赢得最大的一个共识。我想下架民进党一定是所有在野最大最大的期望。